这边是属于那个侗族吗？侗族，少数民族啊，侗族聚集地，很有意思。 他们做这个菜，这个腌酸鱼啊，那个好像，对，应该是，就是腌肉，腌酸肉，肉腌酸鱼，那也是，就是那种用那个什么豆浆什么的，这是腌酸肉吗？腌了多久？很久了。呀，很久了。一年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真的呀。 那个鱼是不是更久一点？那个鱼不知道。那个鱼好像很硬，要用那个棒槌那么敲着才能够的感觉。嗯。你干啊？吃一个，吃一个。你看，是香的。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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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块的。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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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腌酸肉是吧？ 这腌酸肉啊，很香的，闻着酸酸的，感觉这是生肉，没煮熟，但是腌制过的，可以直接吃，感觉也咬得动哦，那跟煮熟的差不多，哇，这个酸味真挺好的，酸酸的，辣辣的。 这是劳动人民的智慧，就是肉类、鱼类不好保存，就想到了这种办法来让它保存、长期保存。因为古代没有冰箱嘛，就跟我们腊肉那边是一个道理，让它做嘛就是不一样。煮饭，饭是吧？哦，这么大锅。拿个米高了，拿个米高了，拿个米高了，等一下。 这个是苋干，这个是明干，梨是，是吧？这个我都能认出来。哈哈哈哈，梨是。按照，稍微有个知道就知道了，就是那个，别那么少。
你咋把灯弄亮了？不发电呢、啊，这少发电。哎呦，我是开车才关了吧？啊，上面还有。主要是我的电牢太大了，我。哦，好字。鼓掌。下面写个小六是爷，我写个小六是爷，那肯定要写啊。写小六就得了。然后写小六，小女儿你要成长，啪盖个手印上去。我那个又不值钱。说不定哪天你出名了，这画拿能拿去卖的。我现在是帮着助理啊，大家助理呢？我们去哪里？这个是甜酒，那我在考试找不到甜酒啊，就红辣椒也没有，很好喝的，鸡蛋哦，你们吃啊？很补很补的这个。那我们那里住院子的女的都是吃这个。他煮这个有八分甜的，好甜的。要不我们加糖的，六哥呢？加糖来吃点啊。咱要收拾东西。这边不知道是哪个亲戚的挑的蛋过来的，然后一边是一箱啤酒，另外是一桶米，米上面盖一个红纸，然后红纸上面放了红包，很有意思。然后这边的所有来送红包的回礼是一袋瓜子，还有一包面条，很有意思，跟我们那边就不一样。